刚才呀，在麦当劳吃点饭啊，我看了一下，基本上套餐都在10块钱左右，也就是40块钱人民币啊，不是特别的贵，但是也不便宜。然后我问他有没有便宜的呀，他说有，有3块钱的一个小汉堡，再加一个小薯条。我说就这个吧，点了个3块钱的，然后又买了一瓶水，花了2块钱，这就是5块钱，4×5=20。然后他那个还不到，大概就是19块钱左右吧，这一顿饭还挺便宜的，麦当劳。哎，这大爷这吹啥呢？葫芦丝吗？这个里面我一直以为是在关门了，但是你看里面还亮着灯啊，应该还是开门的，但是不知道它里面是干嘛的。哎呀，今天一天呢，基本上啥也没干啊，就是在坐车，上午在坐车，然后中午在机场，晚上在睡觉，下午在睡觉，晚上在闲逛。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事情啊，就是想一想我的小说啊。本来之前呢，哎呀，我又谈到我小说，就不得不谈到我之前今天就是删掉了那个女的。哎呀，这个小范同学，我当时啊第一次删掉她之后啊，我就在小说中给她加了个角色，就是在她现实生活在小说中的演绎，只是她结局很惨，结局呢是被人打死了啊。打死之后，现在，但是今天我一想啊，他妈的不过瘾。我删完他之后，我觉得不过瘾。我这个人报复心太强了。我说，不仅要他被打死，他要死之前还要死得很痛苦才行。然后我在想，怎么能让他死得很痛苦呢？我在想，怎么用那种腐蚀剂啊，泼到他脸上，然后脸被腐烂了，同时呢，身体被狗咬，或者是被刀砍。砍到了数处之后毙命而亡。我觉得这么写的话会爽一些，否则我心中的怒火难消啊。让敌人死得太痛快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件非常非常不爽的一种心情啊，所以我再改一改那个情节，要把他死前的状态啊描写出来。之前有一度啊，就是我跟他又有联系的时候啊，想给他改回来。我说这个，或者是我把里面那个人物给他改个名，我说不能再叫这个名了，因为这样的话好像万一他以后真跟我在一起了，这个会不会影响不好。但是事实证明啊，我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啊，因为我在写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这样一个人，所以我就这么写的，而且结尾他就应该是那样，他不可能跟男主人公在一起。现在一看，事实如此啊，就是我理性的判断是非常正确，但是我的情感上只是过不去这个坎儿。但是我觉得岁月呀，这个不是岁月，这个李敖讲新欢能让人忘记旧爱。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新欢，没有新欢，我就把它捡起来当一个替补。你这玩意儿，你说这没人，哎呀，所以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想找新欢呢并不容易啊，尤其是以我这个外形的加沟通能力都并不容易。哎呀，人家都说大丈夫何患无妻啊，这句话是以前当大丈夫是何患无妻，现在的话呢，管你是大丈夫小丈夫，只要你是社会，你不是在社会的顶层，你就是有患啊。像之前郭文贵报道那个王岐山和中国的一些贪腐官员，那底下的女人那都无数，贴着往上上，懂我意思吧？就是你要是混到顶层了，那女的的，你别管女的图啥，女的肯定不是图你的相貌，她肯定是图一些别的东西。好比说我图你的这个，地位啊、金钱呐、你的权利啊等等。但你别管人图啥，有一图，这就好谈。之后呢，时间久了自然就有感情，人家对你图无所图，哎呀，这就糟糕了。图无所图那就得靠吸引，靠吸引的话呢，我外表吸引不了女性，哎呀，手法上也很弱，这就是我的悲剧，也是很多男人的悲剧。我曾经一度啊手法还是很强的，那个大概是几年之前啊，那一阵我还可以，
但是呢，随着这个岁月的增长啊，我这个由于这个在事业上、在学术上啊下的功夫太多了，这方面手法就生疏了。日本有一个 AV 动漫叫那个，里面有个金手指，那哥们儿能在地铁上用手指把女性摸高潮啊，很高端。但是后来有那个老头调侃他说：“你再不用你的手指就生锈了。”我觉得现在我也是这样，手法生锈了。我现在只能是等着新一学期开始的时候呢，我在这个匈牙利啊发展一下留学生，看哪个妹他们有对象啊，没有对象，我要发展一下去吸引他们。我觉得不用去追，因为你追的话呢，你只能去追一个。你追一个追不着，再追另一个你就糟糕了，你就臭了，在这个名声里，所以不能去追。你要做的就是吸引他们，吸引，通通的吸引啊！不要追任何一个。吸引到一定程度了呢，有一些女人她就着急了，她看你能吸引到这么多人，她为了能够抓住你的心，她就会出手。谁先忍不住，谁先被拿住，谁就输了。所以，基本上是这么个战术才行。从现在开始呢，我就该确立这种战术了。同时，要保持一颗平常之心啊，平常之心。什么叫平常之心呢？就是说情绪不能太变化太大。我现在这个作家呀，情绪太容易变化，所以我得赶快把我小说写完。这样的话呢，把情绪抒发在小说里。哎呀，这个天快黑了，我准备先回去把这个摄像机放回去，然后再出来溜达。